这个是真皮，真皮的特色就是它特别的柔韧，然后有那种烧那种焦味，它是真皮的皮革，它很柔韧，很不好剪，套过中间它就会这样子，一个溃体嘎贝瑞。那我们来看我们的 MPS280， 它这个弧形的刀刃有什么好处？它有一个刀套，它平常不用，它可以收起来。然后在前面这里是开拆箱刀，剪刀可以不用打开，直接这样划就可以割开胶带。重点是在于剪刀的末端，我们的弧形的刀刃，你看切这种真皮非常好切，它直到最后一刻都不会开掉。看，我们可以剪得非常非常细。就是这样子，好剪，就是这样子，轻轻松松。